磁场、耀斑和日冕物质跑者他们三者之间到底是个什么样的物理的关系。当我们研究清楚了这些他们之间的物理关系以后，我们不仅是了解了发生在我们太阳这个地球最近的地方的最剧烈的爆发的这个物理过程，而且对我们来认识这个磁场演变产生这两个爆发之质对地球影响，这个来预报这个空间天气非常非常有重要。